带大家逛一下西安的宜家汇聚。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天，这里是宜家家居。这个宜家家居里面也是人满为患呀，超级多的顾客，非常的热闹。这个里面主要是卖家居产品的，不过这个宜家家居比西安的三桥那个宜家家居规模要小，毕竟那个商场它只卖家居，这个商场里面包含家居还有其他的购物可以吃喝的一些地方，家居展厅。今天是开业第一天，你看一下这里热不热闹，大家都是趁着第一天来这里逛一下。说实话这里面有些家具我还是挺喜欢的，看看人家这里面的风格，这个是哪种风格，中式的吗还是欧式的。这是它里面的一些种类，客厅家居、门厅、餐厅家居、灯具等等之类的，看这个灯做的还挺有意思的，用纸揉成了一团，69块钱一件。这块是卖客厅的一些物品，桌椅板凳，看人家这个小，看人家这个小厨房弄的，这个厨房面积不大，但是摆设的挺有趣的啊，什么都有。这是卖床子的，双人床，这一张床是999元，1000元。哇，这个床就比较贵啊，4999。它这里还可以试睡的，90天试睡。这个床子躺下还挺舒服的，小小艺术家。哇，这个当大章鱼，可不可爱？这么大的一个大章鱼，黄色的。大熊猫，小熊猫吧。哇，这个还有这个这么长的蟒蛇，看看。前面是吃饭的地方，瑞典风味餐厅。